Facebook、YouTube、Instagram。那个 Cap Cleaning， 今天我们在 Ontario， 然后这个 house 是一个 rental house， 以前也是我自己清洗过，然后效果非常棒，但是你知道 rental 就是这个结果，对，然后又变得非常非常的 soiled， 应该是穿鞋，客人应该是老外，然后是穿鞋上来的，它是这种 long fiber，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 fiber 会非常的长，这种就需要更高的压力，还有更多的药水去浸泡，才有更好的效果。这是一个 loft hallway walking closet master room。Two one bedroom. OK， 这个房间蛮脏的。OK， 十加仑的这个深层药水。Here we go。
好。好，门拿开。好，关灯。好，去了。